小朋友们好，我们要赶紧来到天父爸爸的面前，一起唱诗歌敬拜他哦。朋友们，今天的诗歌很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想一想呢，我们再用心的唱一次吧。耶稣喜悦他的孩子顺服孝敬自己的父母，小朋友，我们都要一起努力，活出上帝所喜悦的样子哦。